欢迎收看《维新世界药师宝灿》。上信心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五经见闻得受持，愿解如来忏法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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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十方圣弟子，咱即节继续过来讲解啊，慈悲药师宝忏的忏法相关啊，顶节呢啊，讲解到三十二相佛。的三十二相，虽然啊，咱伫世间上，咱的面形甲佛比袂起，但是诶，咱的过去无量劫，也是咱伫佛世界时啊，好，咱天的世界时啊，咱的法相嘛是拢有记着三十二相，三十二相，啊，而且呢，有八十。随行有八十种的迄庄严的面相，哈，八十种的随行，随咱这個人，哈，八十种的这个，哈，随所做的在生所修的，哈，行功立德以后，或者讲咱啊，这个三十二相。哈，佮分出去，哈，佮个甲咱出，或者甲咱佮我佮我讲详细，三十二相要无够，过来要八十种随行的好，哈，随行的好处就对啦。啊，嘛名叫做八十种的好，八十种的好，哈，随行好者就是三十二形象的好啦。好，咱就三十二形象，过去所讲的。顶节所讲三十二形象好，第一，哈，第一无见顶上，咱人哈头壳顶的佛顶哈之上呢，因那肉质啊，那个看愈看愈悬，哈，感觉看哩真悬，啊，但是未看哩伊头壳顶，哈，未看哩头壳顶，咱若看佛啦，哈，佛啦你也看。好，咱佛像看，你表面你看虽然，但是头壳顶这粒啦，这个肉质啊，肉质啊，你看看，哦，真悬，愈看愈悬，啥愈看愈悬，是放大光明，这个光明诶，这光诶，在放大光明在虚空之中。但是这种修法啊，目前啊，台湾真侪修行者吼，教导弟子吼，恁着爱坐咧，坐咧，让我想想，我放光这说法。各位啊，爱注意嘿，爱注意，真真正正，这个超越啊，咱是的是对这个向来看，好，咱就像这张图啦哈，这张相片，好，宽观、内观、内观，好，内观的，咱就伫目睭，咱的目睭来看倒来，咱所有的一切人生啦，咱所看拢伫这个位，伫这个位。向来倒阵倒照去，哪像一个画一个因箍啊，一个吼，咱的人生吼，比如我现在咱只讲经，也是伫厝底听经，咱对看倒来，咱来比只看倒来嘞，看所有的法师、师父、老师等等嘞，啊小朋友的玩拢伫下骹遮咧讲，伫这里向来看倒来，唔是用个想倒去了，唔是想倒去了，向来看。
才会客观，叫做客观、客观、客观、客观，是安尼客观的。好，客观就是讲，比如现在，好，咱这呢，好，咱这呢在看，好，咱就安尼，咱比如啊这里看，咱就用向来目睭看了，向来看，看咱是一个盘。好，一个盘呢，哈，啊是桶，啊是涂卡，咱看哦，面顶只有什么代志，啥物事，用安尼颠倒来看，咱要咧修行的时代，往内观，向内看倒转去。比如我昨昏啊伫台北上课，我即未使是讲我昨昏伫台北南口吼，即指林寺吼，即指定哪寺的。哈，即即顶那是定音师伫遐咧上课，比如想我昨伫遐咧上课，家只伫上易经，未使安尼想，你安尼想，那想想想想咧，你就脱节咯，你气会积伫脑壳，你就想遐，结果即煞所有的气咧，咱人的气咧，会积伫脑面顶遐出哩，拢积伫遮，一点拢积伫了要啰啰巴巴，暗时也困未去，困未去咧，哇，一暝困到一点钟、半点钟，到尾全拢无困。啊，有困啊无困，这非常危险的修行法。台湾有一个法门，哈，讲观想想哦，想在哪里哦，想伫天界的修行，结果咧，咱高雄龙华堂啊，龙华堂真济遐咧，都是拢哦修这暑假哦，安尼观想，用安想去修的，啊想的，迄个想象。想哈，想想啦，用想想讲，亲像安尼就对啦。用想象，到尾咱的气拢积下，积下是啊，心平会到位。做内观，即内观，哈，即内观。当然，一旦咱开悟以后的时啊，咱就对一点空光明去说法。目前啊，咱的修行咯，用安尼向内底看倒来。哦，我着观观看看，哦，长伫倒位，伫遐讲经啦，当咧讲易经啦，啊，倒上啦，佫转去啊新店吼、江南啊，我分析吼、大分析吼，昨暗只补拜二无上课，哦去啊，哦老师你遮上这课，长易经讲到倒位，讲到即暗动，啊是即叫做进行化体神，你安尼哦看倒去，看昨昏家己伫上课。看昨昏家己在做啥？看昨昏诶，你也是迄、那个拍球啥？你颠倒头看，看到等于毋是回想回去哦。这点真重要，真重要。咱若讲啊，我咧想想想诶，想讲哦，我昨昏创啥想到等于啊，雄雄咧，人拍一卡枪，哈哈，是啊，拍卡枪劈一刀拄着阿毛棍，你气就接了，啊是接伫那。有只骨，啊，接伫肚脐，接伫胸口啊，接伫咽喉，啊，接伫鼻，接伫这点，接伫头壳个麻麻，直直疼，甲你头前拔掉咧。这种个修行法，唔对个嘿，爱注意，这个真容易，到尾会生病。那么往内看。往内看，我看到哦，即卖老师伫遐咧讲经，吼、哦、下面遮哦，即卖着遮着某某人遮听经，遮着啊，遮侪人一连累伫遐，哦，你看连累遮侪伫遐咧，伫连累，诶，伫咧点这光明灯，啊，治安、治安、消灾、延寿，你哦，恁看到颠倒头看，含包括家己嘛颠倒头看，安尼一看法，都未去招会任何。只有修到佛的境界了，因为修到因为这内观呐，所有拢圆满啊，那么开始嘞，脱开这里嘞，再脱开真正客观和宏大光明啊。那么像现在各位咱两看，现在天花板跟这个砖啊在照面顶光呀呀，那个是我观观底下看下脚，看对下脚这嘞。那么分啊，这头壳顶这个肉质啊，肉质嘞，分可大可小，大只烫天边，烫无限的无限的这个世界去，哈，你来看，愈看愈悬，愈看愈悬，分啊，你用个感觉看麦，愈看，哎呦，那遐多尊，
变甲有够大尊哦，含虚空夹做一堆。哈啊，不见其顶上啦，咱头壳顶无了吼，咱普通咱人吼，头壳咧溜溜，啊溜溜在看了，看头壳看后斗去，看面顶去，好咧，这面顶较平平平平起来，平平咧，这肉肌咧，吼就头壳顶。那么大陆，哈大陆的佛像，哈咱台湾的佛像吼。因为即个制作台湾的雕刻，雕刻这个佛像啊，台湾的吼，因为生活较富裕的款，啊，所以看到较现代化的佛像，庄严性无同款。大陆嘞，古早的佛像嘞，头壳较平平，较平平，面顶是肉肌嘞，你都看无啥会着，哈，真正平平。第二种的鼻冠无健康，鼻冠。像我这鼻仔那么大，吼，袂那伊鼻真悬，啊，袂讲看到鼻孔，哈，鼻孔很很，很鼻孔在拢记袂牢的，吼，咱来用着脚骨来摇嘞，摇落，吼，摇落真记起会牢，较无贵，鼻孔呐很很的较无贵，所想的这个电子嘞，拢好多只嘞奇奇怪怪的坏电子，鼻孔，你看鼻孔很很的吼，想的代志有足无耻的哦。好，我拄着真正信徒就是安尼，鼻很很啊！你啊爱坐咧小对面咧，你就知影爱这我以上我上少年老伙仔拢嘛好，伊讲话一直翻翻袂煞，所讲话翻鼻很很。啊，咱佛咧一鼻啊真直，悬直啊鼻孔咧袂很很，感觉会包起來。但是嘛，咪像英国鼻，英国鼻是阴险的，鼻高高变高倒来，高倒来很很。好、哦、啊，我的鼻高很，我鼻阿妹基本鼻也无鼻高无快，我搞到来那就鹰阿鼻，鹰鼻。好、哦，这点对个佛的鼻鼻冠，但是鼻孔未显出来。啊、第三呢，眉毛如出现咱的目白毛，目白呢，那像一月娘哈，拄啊，迄、那个初一哈啊月初一。这个月娘，你看像这相嘞，都是目眉毛嘞，目眉嘞，都是安圆圆，那像月娘半圆嘞，感觉真正纯，真正纯。未讲那拍，未讲那像这个型吼，哦，未像大刀的目眉，真济啦，目眉毛就大刀去，吼、哦，大刀的人吼、哦，烦恼较济，大刀的心未较安，未安详。因为嘞，是安尼目睭目眉毛有大刀去嘞。大多话你就是常常用个头壳去想，有诶，你想想哦，真侪三想四想咧，伊目白毛咧，无形中咧，伊伫面顶大多去翘去啊。那么佛咧，伊就向内观，向内看，内观看内底一家己，本来无常常安尼说咧，看内底。那么你若看佛诶目白毛咧，咱看到咱就爱觉悟咧。好，那么个教我哦，咱在想爱看内底哦，佛像啊，咱看是安尼遐安详，咱佛像在看是安遐安详，因为伊目眉毛，目眉毛都是咱定咱的思想，安定咱人的思想。你看咱一挂四大天王，啊是一挂金刚，哈一挂迄个护法神像，吼目眉起起，你看你心对咧烦，哈对咧起惊吓。感觉哦，拍不无，不无世间万项代志，一直拍不无，面相何乱？所以各位，咱的观相看面相者吼，还真准。哈，顺顺啊，像佛嘞，那像月娘啊嘞，顺顺啊。咱查某人诶，都是杨柳柳啊吼，柳叶柳叶啊，渐渐顺顺啊嘞。佛的相嘛是安尼就对，佛的相啊，咪讲了好啊。目眉画咧翘过翘咧，啊摸摸发得直直咧，发家咧吼，对滴万道世间呐，好万道世间的形，佛唔是安尼，哈啊，过来咧就是讲耳啊，哈垂头耳轮垂头耳啊耳咧，那是衬腿，哈耳是像衬腿，哈那嘛咱这里耳呐。本来啦，我要讲画大大粒，画大大粒，伊讲违背着人性的道理，所以佛啊菩萨啦，我
伊就讲画安尼直安落来，才有稳定性。啊，你哦，足大粒的咧，足大粒出来咧，嘿，嘛无一定稳定哦。啊，安尼来感觉真稳定，看咧，配合咱的五官，配合咱这五官咧，这个咱的目白写落吼，这有一种平行落来了，配合这五官真有这个稳定的形状稳定性。好，咱所以我的目睭啊，垂落来以外咧吼。这个耳啊嘛找咧，啊，那我耳啊就烫肩胛头，吼、哦，这有较过分一丝啊啦，较过分，吼、哦，我这即摆都还无看到出肩胛头，我若有看到，拄啊出安尼真大，吼、哦，感觉真正平直啊，较真有情，吼、哦，真有情的耳啊，吼、哦，耳垂啊真大，吼、哦，耳垂真大，啊，第六嘞吼、哦，第五。新见是如哈，哪落言哈？咱的身躯啊，身的形体身躯啊，真正见识，哪像这条路，哪像只泰山就对。身躯真见识，无管咱样样，袂讲样样，哈，真正真实。那么身躯咧，我唔是画图专家啦。但是依据这个易经这个法呢，来画这个形哈，叫易经甲这易经的道理哈、哦，这个力学原理啊，好、哦、画出来的，好不好？很真实，肩胛头的细细棒棒，细个真正真实，袂讲人来巴肚一个大大粒，哈、哦、啊安老下海老下海，还是辛苦三个安尼单起平，袂佛的相呢，都是这样的庄严。第六呢，哈、哦。啊，第六嘞，骨质如枯瘦，咱的骨啊哈，就高瘦骨嘞哈，骨啊，那就一粒一粒，西瓜掉就掉，咱的骨头嘞，真正沉岩，骨头真沉岩，好，咱的普通骨头嘞，感觉稀稀松松，好，稀稀松松嘞，好，骨头真沉岩就对，好，感觉真结实，真沉岩，好嘞，八十种的，哈，第六种，啊，心啊。啊！一时飞旋如像王啊！咱的身躯啊，你也看无啥，向下看，咱像这狮的王，咱像狮的王啊，咧真正威猛，真正有迄个威，真正有威猛。好，袂讲咱一粒仔安尼吼，行一路啦，风那要吹，行一路啦，往跳诶。所以各位啊，恁会当看吼，咱咧佛教诶法师大师啊吼，因咧伫修行咧，拢修八三十二种形象，然后八十种诶形啊，拢是大家咧吼来爱依照即安尼去修。哈，修我就向内啊，修正修就修正。比如咱一个人，吼，攞你去搞头啊，学一片蒙海，啊，修正修掉去，好搞正去，修正修正，然后叫修行，啊，修正，然后去行去做。好，咱有一挂系佛教出家僧啊，出家尼，你看因咧行路啊，感觉真正安尼，真正稳，吼，袂讲安尼像咱有诶一挂咱目前啊，吼，咱即其他诶话告别啊。槟榔枝枝十足，枝枝十足分的加出来，呸一下呢，吼、哦！啊，喙手来流半片嘞，啊，头毛来长长闪闪安吼，啊，这个衫好穿啊，那裤穿啊，不得不穿啊呢。哎呦，迄讲迄个，吼、哦，我是什么神来代表啥？迄哪有迄咪修行家？哎呦，你拄了妖魔鬼怪，你那心气个歹。吼、哦，所以咱当时啊，佛陀在世时的时啊，释迦牟尼佛住世的时啊，啊伊。这地主，那这个地主哈，人若拄到伊只，哎，奇怪啊！这倒一个教门的师傅在行路，感觉安那在行真平稳，吼、哦，那像风在吹，舒舒行，吼、哦，袂讲安尼头安尼翘翘在看，直看，啊，而且呢，啊，头前在看真顺，无惊吓，无惊颠倒梦想，无东行西看，无安那吼，行这路安那头啊碎碎安那，哎呦！十项无奖成，啊，所以当时佛啊教导弟子在行路的行踪啊，好、哦，迄就是讲，第一，你的心，你若有这个食，有这个
这庄严法相的时啊，你自然你会表现伫我，则相由心生，相由心生，心生呢？你要对倒去来？心法道性对教育、教导、教育，对教育而来。所以啊，咱的修行伫道场的人啊，好，咱就是要做好百姓、好众生学习的模样。所以咱伫道场工作的。即个所有的十方伫做道场工作的人啊，吼，咱爱吼示现佛的种种的诶庄严的法相咧，吼，种种的色相咧，在乎众生看，等于看哦，咱都爱安尼。吼，那是所有信徒啊，恁若去庙宇、去道场、去寺里，咱就爱看到这法师因的行伫行、伫坐、伫困，哈啊。啊！伫徛咧，伫徛徛行，伫行行行，伫坐坐行，啊！伫困困的行，咱若看到的是，这就修行啊。行住坐卧，四威仪，四种的威仪啊，威严的仪表，威严的仪表。好、哦，行住坐卧啊。所以咱咧修行的时啊。那么啊，就像我要伫道场修行啊，咱行为诶，咱爱检点，哈，咱行爱检点，唔通讲哇，我咧修什么行啊，轻轻松松，无要紧啦，我诶代志诶，你无照我咧就好啊。哎，各位啊，咱唔好伫道场内底啊，伫庙内底啊，互众生来看落去烦恼心，安尼咱罪过足重诶。好，咱伫道场咧，就代替佛，代表佛，伫教导众生，无论你咱。我都讲经说法，而且我都说法拢无要紧。咱的平常时伫行路，平常时伫坐，平常时伫徛咧，哈，也是平常时伫困。哟，这四种，你若我做到这位有够者，你嘛是伫修行，嘛是教导众生，教导所有情的。哟，吼，所以各位啊，修行的范围啊，在家庭生活中，在日常生活中。好，甲咱开始啊，哈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我来八八啊，行时足气哈，气得四寸二献印文啊。哦，这点不简单。咱行去的时啊，脚哈，伫行的时啊，脚气气得二拖脚四寸，二拖脚四伫行，安尼行。安尼行，咩扑扑跳咧？唔是蹦蹦跳，蹦蹦跳咧，迄面修行人，迄高山啊，吼、哦、心烦气躁，心未安，心乱的人，行路扑不着，啊，行路安尼变安尼变安尼哈，一支啊趴咧坐，一支脚咧坐咧，我你讲，这个人是吊儿郎当，吼、哦，这面修行人，你若要给请我，你包死的，我你讲，啊，凊彩来免爽啊，结果咧，咱咧，无到尾啊，家己咧。哈哈，本来要求多嘞，求着正法嘞，结果咱所求的求着邪法。好、啊，所以你也看这是这个修行人有修行有内涵，未无内涵的，你无一定讲看伊甲你讲出满口的经文，难免安尼。你若看这师傅，你行路出过来，伊去行路去，安尼行，安尼行去，咩安尼嘞，迄啥？杜宾狗，杜宾狗要跳。啊是迄、那个迄、那个西藏有一挂路啊吼，还直直行，甲跳，迄种拢毋是修行人。吼、哦，咱台湾啊，真可惜，庙宇足济，宫堂嘛足济。啊，住伫庙咧修行的人啊，自称修行人咧，代替佛的说法，代替佛示现伫世间的人啊，结果行无先行，坐无先坐，坐着一支脚来翘到大殿去哩。啊，两只脚来掀开开，吼，啊是脚来弯一边，行住坐嘞，这坐是无成坐，哈、啊，一只脚来扑扑跳，扑扑摇，扑扑嗨，迄拢毋是修行人诶，你莫去，哎呀，师傅啊，你去看诶，这个脚坐，扩扩嗨，脚来翘一行诶，翘啊无成形诶人，你爱注意，迄毋是真正你爱学诶，你甲问你就了然，嘛枉然，迄无像我咧时阵大家看咧。嘿，我告诉你啊，各位啊，我看太济啊。
一个人心有定，无定有安，无安的，你甲你看伊的坐，看伊的徛，看伊的行，你就足清楚啊。好，这个人有内涵，有修养，无修养啊，你就清清楚楚啊。好，这分啊，八十种的随行，所以要做人无简单呢，确实做人无简单，要行这路嘛无简单。好。啊，那么第八呢？二提四寸，二行印文，拿出个印，你行去，平着，打着，好，真的啊，行去真有稳，拿出个印文印，那是印刷那就对啦，拿着印一个卡印呢，哎，平平，这样就难。